哥姐妹啊，实在对不住了，咱家这个朝阳六虾子的纯手工红薯粉啊又破价了啊。之前啊19.9拍五斤的老铁啊，咱看一下没发货的话啊，咱赶紧去拍这个链接，因为这个链接啊现在都已经卷到了17.9啊，现在呢是17.9的价格啊，整整到手五斤，并且呢老弟这边还能给大家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点开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6.9到手是整整五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个朝阳六虾子的红薯粉呢是有宽粉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，咱喜欢吃宽粉咱就可以去拍宽粉啊，咱喜欢吃细粉咱就可以去拍细粉。咱家这款红薯粉呢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，不含木薯粉啊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咱家这款红薯粉的颜色呢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啊，好的红薯粉呢就是这种微微泛黄的啊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，品质呢绝对嘎嘎好。像咱们平常可以炖个豆腐了，炖个小鸡了啊，吃火锅的时候啊可以搭配上一点啊，怎么搭配啊都是特别好吃。或者说咱炒个芹菜粉了，炒个酸菜粉了啊，都是嘎嘎下饭。它吃在嘴里的口感呢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。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纯手工红薯粉呢是朝阳六家子的啊，现在呢厂家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到手五斤啊。另外老弟这边呢还能给大家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直接16.9啊到手是整整五斤啊，厂家控价之后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咱赶紧去楼单啊，16.9到手是整整五斤啊，宽粉细粉可以选择，大羊毛嘎嘎合适。